小副警官来了，葛大爷，真是应该谢谢你。你看这好几天都是你照顾的，应该的。我想大夫也跟你说了吧，光子要是老这样，可能就成植物人了。 小副警官，我想跟你说呀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少来吧，有我在这儿照顾他了，你放心。你看你是警察，又工作忙，你又这么年轻漂亮，你也有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、你的朋友圈儿。 我不能让光子耽误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。我替光子谢谢你了，孩子，真的谢谢你。我想从今天我就来守着他。那个，我回去拿点东西，换换衣服。 你帮我盯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好的，郭大爷。哎，郭大爷不让我来了。 医生怎么说？不太好。医生说情况还是不乐观，如果还昏迷下去，可能真醒不了了。他肯定会醒过来，别灰心。回去休息吧。
光子，我觉得还是不妥。现在侯四海是你被眼中钉，你还要偷偷去查他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建国哥，侯四海现在以为我躺在医院里还动不了，肯定对我放下戒心了。他想不到我会查他们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可是，万一要是侯警官发现了？没事，我很快就回来，等我消息。慢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撞到床。小心一点，病人，慢一点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孙伟黑了侯四海的钱，啊！这小子也太胆大了。那这跟侯四海的犯罪证据有什么关系？孙伟是侯四海的人，肯定能拿到他的罪证。你是想通过孙伟，的不忠，让侯四海对他产生怀疑，到时候警方从孙伟下手，让他检举揭发侯四海，就能拿到侯四海的犯罪证据了。走错房间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回来。多了个人，我再去打一份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过来。不认识我，又失忆了。我认识你，我没失忆。为什么骗我？我想追查侯四海。如果你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让我去的。那你变成植物人，我会不会更担心？你在担心我？是跟你笑。什么时候醒的？没多久之前，赵，干嘛？一起吃点饭吧。谁跟你吃饭？一起吃吧，太多菜了，很好吃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吃饭吧。掌门，你醒了就好。我派再也不会群龙无首了，列祖列宗泉下有知也会瞑目的。从今往后，行了，不是啊，光哥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星期以前你就已经醒了，是吧？嗯。不过光哥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连我们几个你都骗，连你们都骗不了，怎么骗侯四海啊？光大帅哥。你这样可不行啊！
我可是为你担心了好久呢。说吧，怎么补偿？扳倒侯四海，阳光沙场的沙子给你八折。你也太没诚意了吧！你闹了这么一大出，就为了设计侯四海？没错，大爷，我们查清楚了，这么多年孙伟一直在黑侯四海的钱，一找到证据，我们马上通知侯四海。你给我听着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警方吧，你老老实实在医院待着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你要是再出什么幺蛾子，我就让你成真的植物人。我不信。